哎呀，这侯爷这喝了多少啊？别问了，先送过去吧。哎呀，侯爷，快走，走，哎，等等等等，你去哪儿啊？回办案判啊。嗯，你看侯爷都喝成这样了，回什么办案判？啊，大人英明。走，西瓜院，往这边走，走。 这个扇子真好看，是啊，你看，这光泽，这个颜色，嗯嗯。侯爷，侯爷，这是怎么了？夫人不必担心，侯爷与几位同僚喝酒，稍微有些过量，睡一下就好了。可是，怎么送到这儿来了？侯爷都喝成这样了，我们就觉得肯定得让夫人照顾一下吧。今夜就麻烦夫人了。夫人，那我们就先走了。 喂，阿夫人，那我去烧热水。我去劈柴。东七公虎破！侯爷，你别，侯爷，我。早上去吧，去那边。 自己是个侯爷，快点！人呢？快点！哎呀，侯爷来了。 是你说要新泡的龙井啊！好好好，我给你吃，哎，哎呀，侯爷，你先躺好。好，好，睡觉。
Oh, yeah.床边的呀，我不记得了。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想不认账了。啊！我有逾矩之处，侯爷我逗你玩呢。